到现场来参加这次的说明会。接下来是编号四号蔡桂清蔡里长。那下一位是叶春凤小姐，请。那个主席还有局长，各处的长官，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我再蹲下去，大家往后看。我们的诉求就是1400户，不要超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可以换下去。对，大家鼓掌啊！因为我希望，就像那个科长先听我讲话，不要急着照相。对，那些不专心了、啊，你今天要紧听的，当然你讲的就没有兑现。局长说是要双方面的对话，真的很谢谢。对，我的意思说，刚才科长你讲的只讲对方台北市的土地，他是先征收老百姓的土地，征收了50年以后，你这想法有问题。他是征收老百姓的土地，被人家盖广慈养老院，铺得民宅，就像一个强盗偷了以后，变成50年说，我现在变成我的土地。所以你要先讲好，之前是老百姓的土地。那你们又不尊重地方的声音，你们市政府的给我感受都是你们都变更好了，我只是来找一个程序，找个程序讲给你们听，到底有没有落实。我今天碰到社会局长说，你们市政府就是这样公共共一起头，讲得文绉绉很好听，到底民众的声音有没有去落实，我们大家拭目以待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另外一个意思是说，你那个区公所不要说照对你市民照顾，你要局长要把一个方式，胡广慈来帮忙分担市政府，他是海沙屋嘛，不然你干脆就不要来，市政府不要来嘛，你要来你就分担1400户的公益住宅，政府要以身作则，你不能只我对你们多好，旁边都28楼，旁边是4楼，你们家在洗澡就被人家偷，都不是很雅观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不要一国两制，市政府说公共服务设施不佳，郝市长说公共服务不佳，隔了一段时候变柯市长说哦没问题了，反正市政府讲的是一套，老百姓跟你们市政府差距非常大，你们要改，大家通通一致，福德地区我们改成400或347，这样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拍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拍手一致，好过瘾了。另外我要讲的是说，柯市长自己讲说开放政府全民参与，他真的是政治是最龌龊的，容易骗人的。你真的要全民参与的，请尊重我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请尊重我们的。另外我再讲一个，我上次讲过，李登辉总统的用的是台糖土地，你们要整体的规划嘛，这么地价这么高，又租给年轻人租金高，他们22K 27K，你说租金高放心啦、啊、他们租得起吗？那经济的概念就是说你租个地价便宜的，当然他们也负担得起，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合？李登辉总统已经签有案例了，希望你们学习，希望跟柯市长局长你们，希望你们是为福德地区的人来服务，经过20年10年以后，大家对局长是肯定的掌声，或者是在咒骂你们，有历史来在做证明，我希望你们听听我们的声音，谢谢。